低嘛，那你的血液这个这个 CRP 就是抗炎的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帮你减低，而且达到正常的水平。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很有信心的知道，我们喝这个冰马以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健康的水平。不光是实验室你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感觉也会有改变。这就是第二个实验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你看，左边还是安慰剂那一组，右边是服冰马的那一组。那你可以看到安慰剂的人呢，有的人说哎我还是平时感觉不好，现在还是不好。有一些人说可能好了，那就安慰剂的作用啊。有的时候你说给人喝水，你说这个水治病，太水了，我好。但是呢，这个一比较就知道，你看喝冰马的那一组呢，100%的人都说啊，我喝了以后，我的感觉好了好多啊。这是冰马的啊，不光是实验室看到感觉也很好。那冰马之所以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啊。这个我们身体的燃料就是动力啊，是 ATP， 大家都知道三磷酸腺苷，这是我们能量的一个形式。我们身体里面没有 ATP 就没法正常的运作。那 VMA 呢，通过这三大组成部分，它可以提供营养，这里可以产生 ATP。ATP 做工的时候呢，还有抗氧化，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在燃烧燃料的时候呢不会有损害。下面要讲 thirst 啊，为什么有 thirst？ 为什么 VMA 这么好？为什么要 thirst 呢？我们先看下面。thirst 与众不同的，大家知道，thirst 我们说是要特别是运动的人，或者说有工作很努力的、很劳累的人，要喝 thirst。为什么要喝 thirst 呢？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啊有补充的作用，是。第一个呢是水合作用，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或者运动的时候有丢失好多的水分，要补充水分。光补充水分就可以了吗？不可以啊，还要补充电解质，所以我们有电解质在里面啊。那补充电解质以后还要什么呢？还要有能量，因为我们平时消耗的有能量消耗，特别是如果你跑步或者健身，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能量的话，你就会消耗自己身体的蛋白质，不好。那后面要提供能量。那你如果提供太多的能量，你说你现在市场上好多健康的饮料里面有好多什么糖，好不好呢？不好。糖太多是不好的，因为如果喝太多糖用不掉的话，它会转变成脂肪，还有其他的对，就让我们长胖，不好的。所以我们VMA thirst 呢有能量，而且能量给的呢是有机的甘蔗汁，这种对身体有好处，而且呢不是太多，不会有多余的糖分给你的身体这是第三再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氨基酸。氨基酸大家知道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大家运动的时候要蛋白质会需要增加的，那这个 VMA thirst 也提供这样。所以说 VMA thirst 呢有三点，除了 VMA 以后呢又加了另外三个组成部分。哪三个组成部分呢？第一个是电解质，第二呢是蛋白质，第三呢是还有那个能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有机的甘蔗汁，非常重要的三点，这样的时候呢才能补充好。但是光补充那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人的身体是需要能量的，也需要保养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还有 VMA 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 VMA 再加这三点的话就成了什么了？VMA thirst。 对，好，那这边就再给大家简单的看一遍。其实 VMA thirst 首先它是 VMA， 所以说是有结合它有补充身体的营养，然后呢有抗氧化的，就是山竹有机的绿茶还有芦荟，是对免疫非常重要的。这样三点再加上
first 这三点，这是 Vima first。这个有点重复，所以用量呢很简单，一包啊放到水里面16盎司啊，就是500cc 的啊，那就可以喝。包装呢是非常环保的包装，2岁以上就可以喝。所以说总结起来，很简单的来说呢。Vima Thirst 有这些功能，可以滋养、保护、支持、补充和维护。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看这个成分，完了以后不看的时候要需要大家告诉我是哪些成分在里面。我说电解质啊，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能量啊，然后是氨基酸，这是 Thirst 啊特殊的成分。下面呢是有山竹抗氧化，然后还有维他命矿物质，然后我们的制造是非常严格的 GMP 制造的。再往下，这很便利哈，我每一盒里面有30包，这样可以非常，如果是想用一包的话，拿起来去运动就可以了。16盎司，刚才讲了。然后另外，但是我们也做过请过了一个专题小组，我们请志愿者来喝冰满 thirst， 然后回答问卷，然后我们发现每5位里面有4位都会跟我们说，他们现在用的健康饮料，他们可以不用，他也可以用冰满 thirst。然后70%的人都有很非常好的反应。然后我们做市场调查呢，大家看，这是在美国市场上有7个其他的运动饮料，我们 Vima Thirst 跟比起来，只有 Vima Thirst 可以达到这所有的功能都在里面。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科研结果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没有放到里面，那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研究中心发现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跑马拉松对我们身体是不是非常好健康的人都喜欢跑马拉松，但是这个实验的调查结果发现呢，如果你没有锻炼也没有很好的营养保护的话，你跑马拉松对身体的损害，对心脏的损害是有比平时有7倍的对心脏的损害，而且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你的心肌的这个损害才能恢复。所以说光锻炼是光简单的锻炼了，对身体也会不好的。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需要保护，对我们的身体保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 Vima Thirst 一定要有 Vima 在里面。好，那现在基本上我们就介绍完这 Vima Thirst， 大家记得我们那几个组成部分，如果你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跟他讲，你能记得住吗？哎呀 ，OK， 那我们现在来 ，Vima 有3个组成部分，有哪3个？第一个，维他命；第二个，矿物质；对，第三个，抗氧剂。太棒！那 Vima Thirst 还有3个是。哪三个组成部分 ？Vima Thirst 除了 Vima 以外，然后干什么？对，大家太棒了，给大家。好，谢谢大家，你们都是最棒的。原汁原味果然不一样，对，那我个人真的也非常的感谢王博士，因为我从小就是病猫子，那3天2头在感冒，然后呢，从一年到头大概有1半的时间都是在感冒的状态，可是自从我开始喝威玛之后，我喝到现在满2年了，我这2年没有再感冒过，所以威玛是不是很棒？对，没错。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汪博士，他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带给我们这么棒的健康。好，而且呢，也继续在研发出新的产品，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哦。对。哦，还有汪博士，我们两个已经这么骂级了，你有没有 Facebook？ 我们会后加一下。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期待的颁奖时间。嗯，没错。医生啊，你今年有授奖吗？我本来是要的，可是啊，不要强调本来嘛。可是啊，因为我决定我要专心把主持做好，所以我下一次再领。那你有要你授奖吗？对，跟你一样有责任感。哦，所以你决定下次。哦，好。可是如果下次还是我们两个主持，你要下次再领吗？哦，当然没有了。我相信我下一次绝对可以分神去领奖。所以啊，下一次这个时候就麻烦您这边多担待喽。没有，我下次也要授奖。哦，是我想到的点子。我觉得英文顾问他到时候应该已经飞完自由了。没错，我觉得我们可以请英文顾问协助，绝对足了。对，上次还叫我们顾的，谢谢英文顾问，到时候麻烦您喽。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再次邀请我们的贵宾上台来为我们进行这个表扬仪式。好，来，我们再次恭喜亚洲大家长。